大家好，今天我会对 Leofoto MT-04 LH30 折叠三脚架做一个简短的评测。这是在海边，在准备拍摄，可以听到风声非常大。然后，关于这一款三脚架的使用，在网上已经有很多很好的评测。它有，根据它的独特设计呢，就是说它也可以有很多。比较特殊的角度或者是不容易达到角度的拍照。那么我今天这里呢，再提到一个我发现的一个很好的使用特点，就是说它在恶劣的环境，特别是像风光摄影，比如说在海边盐碱沙尘这种地方使用拍照，因为它是属于那种直感折叠设计三脚架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三脚架呢，它。在使用完之后的清洁上面呢，非常容易，甚至说可以说直接拿到水里边就去冲洗一下就可以，而不像传统的那种斑刻或者是撰纹的那种三脚架呢，就是清理起来非常麻烦。现在这个三脚架呢，是直接架在海边的盐碱地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在我插入一定程度之后呢，首先这个三脚架在这么大的风中。仍然是非常稳定，就是没有任何晃动。第二呢，因为它是，是属于这种金属制的脚架，所以它不怕任何腐蚀。再凑近看一下，所以看见说它很容易扎在这个海边的盐碱，甚至说沙滩里边，都可以很稳的固定住。这边呢，我们是从上面看一下，所以我们这里呢可以看见说，无论是有这种海水、海浪在这种冲击，在这种什么，它都纹丝不动。我今天拍照用的是索尼的 A7R3 机身，镜头呢是用的2470G Master F2.8 的镜头。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可以说是稳如泰山。一直即使有海浪冲动的话，它也不动。这边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现场实际录下来的风，有多大。然后这个海水呢，一直在波涛汹涌。但是这种情况下，三脚架仍然是非常稳定，就是很可靠的感觉。